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为大家介绍这个有趣的车子。我们先把它叫出来一下。这台车呢是暴君来改装的，它外观是木箱子，然后左右两边的翅膀是用冲浪板，然后这个好像是涡轮还是什么加速器的，然后前面那个是类似像火神机枪的东西。OK， 那这个呢是有点像演唱会的那种灯吧，也许。我稍微看一下。OK， 我们直接上来，准备好，戴上安全帽，冲啊！哇，好，它可以飞，它可以飞，它可以飞啊！哇，有点像纸飞机耶，蛮酷的。哦。冲啊！拉高，拉高，拉高！喂！喂！哦！哎，前面有那个小山丘，试试看可以飞过去。冲啊！有点歪，有点歪。啊哈 ！Oh no！OK， 我们来挑战这个超长斜坡，是有机会可以飞上去吧？有这个加速器应该 OK 啦。冲啊，加速！加速，加速！这个斜坡也太高了吧！冲啊！哇，换直角，换直角，加速加速，冲啊！有点吃力了。是要飞了没啊？怎么那么高啊？涡轮快没力了。飞哟！哇，好高哦！用滑翔的好像还比较好一点。哇，飞行中可以按加速器耶！咻嘣，可以发射飞弹，可是飞弹在那个箱子里面爆炸了。拉拉拉拉，感觉要坠机了，我们来俯冲一下，拉，水哦，飞起来了，好像没什么力了，来迫降一下好了，直接跳水里面。车子坏了。我们这一款呢是那个航空母舰，然后航空母舰上面有三台大型的飞机啊，里面是是九头蛇吗还是什么飞机？反正呢，它是可以把它这台航空母舰给它载起来，好笨重的感觉，我看不太到我自己啊。拉远一点啊！原来它长这样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啊。换个视角会卡住啊！算了，我跳下去好了。跳啊，跳伞！哇，要坠毁了！
OK， 我们换这台，这台是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推车啊。以前去超商的时候，最喜欢这样子玩了。哦哦哦哦！哎呦，撞到树了，那个掉下来，但蛮好玩的。来玩另外一款拖板车。这个拖板车也蛮好玩的。喂，我们来挑战一下人行道，前面让开哦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故意要撞他。哦，哦，小心啊！小心啊！刹车失灵啊！轮子坏掉了，小心啊！哎呦喂呀！这还蛮有趣的。这个呢是一个扭腰摆臀的辣妹找的车子的前方，她是负责跑步的，然后呢会坐在后面指挥她。准备要起跑了吗？准备喽，走喽！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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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没有喜感的？前面让开，前面让开，车子要来喽！哎呦哎呦哎呦哦！Go！四脚朝天啊！让开哦！哦，哎，那个胖子没有撞到。哦，哦，痛哦！啊，哎，他居然没事。哇！OK， 我们换这一台呢，是一台运钞车，然后我是那个驾驶员啊。另外前面有哈士奇，是帮我引路啊，它有点像雪橇的概念。然后我的那个底板是用那个冲浪板的部分，我们后面载满了钞票，都不怕它飞起来。狗狗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赶快跑走了。恰恰恰恰恰！哦，撞到人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呦，然后这一款呢是那个。直升机摩天轮啊，它的螺旋桨呢跟那个摩天轮呢合为一体了，然后可以看到那个摩天轮上面的灯会转。哦耶！转吧转吧，七彩霓虹灯，转转转转转转转。
看得我眼花缭乱了，好险上面没有人啊，不然都飞出去了吧。转转转，那这一款呢是那个热狗餐车，可以骑在上面哦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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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附近有警车在，应该不是在追我吧？我先停在这边，看看有没有人要买啊？来看一下，跟外面的餐车是一样的，热狗啊，对不对？居然没有人啊！那我们骑去别的地方吧。嘿咻嘿咻，哎呦，差点撞到他！哎呀，那台车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另外这一款呢是浴缸水上摩托车。OK， 那这九款呢，最喜欢哪一个呢？喜欢的请在下方留言给我吧，下次再见。